Hello，二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卷老师。今天我们要上英文，那么你们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英文书。那么首先呢，当你们翻开英文书的时候呢，你们会看到很多那个就是 spelling，就是 unify free time 很多词，对不对？所以你们呢要将它翻到后面，翻一个3张纸，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Unit One Free Time 了，OK？所以就是今天老师要教的这一课咯，这个练习。所以我们大家来看 Unit One Free Time，Free Time 呢就是你的空闲时间。那么一开始我们会学到 Days of the Week，Days of the Week 一个星期我们有哪些天？所以你看 Days of the Week，Days of the Week，Days of the Week。There's Sunday，我们有 Sunday，然后才到 Monday，之后就到 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然后到最后呢才来到了 Saturday，makes a week 能够变成一个星期，所以呢一个星期我们的就有7天哦，从星期日、星期一、星二、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星期六，OK？所以呢，老师 highlight 这些词给你们看：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 and Saturday。所以你们有空呢，在家呢可以自己读这个，就是星期的这些名称，然后呢可以叫爸爸妈妈给你们 spelling 这样子。OK，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旁边，write the days of the week。所以第一个呢，一开始呢，一开始一开始。我们是星期天，所以星期天我们称为 Sunday，可以写在它的下面，或者是旁边，它的华语意是星期日。稍微等一等啊，星期日 Sunday，星期日之后呢，就是到星期一，我们称为 Monday。星期一之后就到星期二，我们称为 Tuesday。Tuesday 就是 Tues。D A Y，星期二了之后就到星期三，Wednesday，就到星期三，星期三了之后就到星期四，我们称为 Thursday。后星期四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到星期五，因为隔一天星期六不需要读书。Friday，然后最后一天才到星期六，我们称为 Saturday。Saturday 也很开心，因为隔一天还是 Sunday，也是不需要去读书。星期六，所以小朋友，你们可以趁空多余的时间呢，来读一读这个。OK，哎呀，这边它有跑位，老师 highlight 过给你们看，你们可以在家。读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还有 Saturday。OK，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面。第二面呢，还要你 rearrange the word to form the sentence。所以你注意看，你一开始呢，你必须将你的活动先写出来先。
就是你所要做的那些练习，那些活动写出来之后呢，才来放时间在后面。那么记得 Sundays 啊，在星期天，在星期日，在星期五，你们的前面呢要用 on， 一定是用 on 的。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首先把爱填出来。爱的活动是什么呢？ Play netball on， 再来放星期下去 Fridays。 第二， I 我的活动是 Play the pianoSo I found on Sundays. 第三题 ，I， 我的活动是什么呢？骑我的自行车，所以我们称为 ride。ride 可以填下去，它的发音是骑。ride my bicycle on.Tuesday。 第四， I 我的活动是什么呢？踢足球， Play football on Wednesday。 那么最后呢，是要说我在星期一的时候浇花，所以浇花在这边的 water 呢不是水，在这边 water 是代表浇的意思。 water the plants， plants 呢就是代表植物，所以比如说你的 garden 里面有向日葵啊，有玫瑰啊，有大红花，有小小的树啊，这些我们不需要一一将它说明出来，我们用 plants 来代替，就是来概括所有植物的名称，所以我们就放这个就好了。Water the plants on Mondays， 这样子。所以你注意看，我们在做这个词句重组的时候呢，都是先讲活动 ，play netball， play the piano， ride my bicycle， play football。Water the plants 好了之后呢，后面才来放我们的日期 Friday Sunday Tuesday Wednesday 还有 Monday。 OK， 这个是它的格式， Rearrange 的格式。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旁边。 Look at the picture, take the correct answer. Do you watch TV at the weekend?你有观看电视节目吗？所以你看，你就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节目，所以你有看吗？有，对不对？所以有的我们就要回答 yes I do。 第二， Do you play computer games on Friday? Computer games 呢是电脑游戏，所以请问这个是电脑游戏吗？不是，这个是游泳 swimming， 所以它不是电脑游戏，对不对？所以你要回答 no I don't。 第三， Do you ride your bike on Sundays? 有 ride your bike 吗？骑自行车有吗？有骑自行车吗？有，所以有的东西要回答 yes I do。下去， Do you play in the park at the weekend? Play in the park， 在公园里玩耍有吗？有没有？有，在公园里玩耍有，所以是 Yes I do。 Do you ride a pony on Saturday? Pony 可以下去， Pony 呢是小马，小小只的马。
所以这个是 ride pony 吗？这个是 ride pony 吗？不是，这个是在 play the piano， 所以跟 ride pony 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是 no I don't。 来检查看看你们的答案是否正确。好，那么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看第三章的练习。 OK， 来看 H 的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Where's the， 注意看图片，这个是湖来的，湖，所以我们是称为 lake 还是 frog 呢？答案是 lake 才对， lake 是湖的意思， frog 是青蛙。第二，所以这个小男生不懂吗？所以他们就讲说，不如我们等等看看。所以等一等，我们是称为 wait and see。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只兔子，我们再往下看故事的发展会变成怎么样呢？所以这时候呢，兔子就跑出来跟他们讲，哦，我知道湖在哪里。所以这些小朋友就说 rabbit we are lost。 lost 的意思呢 highlight 起来写在旁边，是代表迷路，我们迷路了。所以 rabbit 呢，他就讲 OK 没有关系，跟我来。所以跟我来呢，我们称为 come with me。可是走着走着，哎，越走是越不对劲哦。所以这时候 rabbit 就说什么？ I'm feeling dizzy。 dizzy 呢可以写下去就是有点晕晕了。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这三位小朋友就很担心。 rabbit 就问他 Are you okay? rabbit 就是他的名字来的。所以这时候 rabbit 才来讲 now， 哎呀，我也跟着你们一样迷路了。所以迷路看回去上面是 lost， 所以 I am lost。 所以小朋友就说 yes you are lost， 你迷路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位小朋友就讲 I've got an， 看到吗，叮叮叮，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所以主意呢，我们是称为 answer 还是 idea 呢？正确答案是 idea 可以写下去是主意，这个好办法。那么至于故事怎么发展呢，你们可以等你们拿到二年级的 Supermind 的课本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里面接下来故事的发展。 OK，现在我们来看旁边一面。 Writing， Write the sentences。 Here you are， 给你选择。 Here you are 就是代表这是你要的东西。 Come with me， 和我一起来。 Yes I am， 是的我是。所以第一题这位小朋友跌倒了， OK， 比如小明跌倒了，小华问他 Are you OK？ 所以小明没有什么受伤，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都很 OK， 所以他就要回答 Yes I am。 然后第二，这位小女生问 Can I have a cup of milk？ 所以这另外一个小女生的手这样子呢，就代表 OK， 好，你可以喝。所以当你要想说你可以喝， OK， 好，没有问题，你不可以直接说拿去这样子， OK， 这样子是很没有 manners 的。我们要很有 manners 跟人家说 Here you are， 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所以第三题这位小男生问 Where's the lake？ 湖在哪里。所以这男生笑笑吗，就是指他知道湖在哪里，所以他就会带他去咯。所以他就可以跟他说跟我来， Come withme。 OK， 好，接下去看下面。 Write the words， 跟着它的图片填写下去，这个会比较容易。第一题 Whisper and his， 这个是 book，
书。第二 ，Jaws and his， 这个是真的 lorry 吗？不是，这个是它的玩具，所以玩具我们称为 toy。Bernice and her， 这个是什么？电脑，所以我们称为 computer。最后 ，Haley and her 自行车，我们称为 bike。在这边你们学会 bike，OK？、Okay? 之前呢，你们就是学 bicycle 咯，那么现在就学多另外一个词 bike 也是可以。OK， 来检查一遍你们的答案是否正确。没问题了，那么我们就看下面一张练习。OK。Rich and match on Sunday, I go. 这个是哪里？游泳。所以游泳我们称为 swimming. 所以自己拿尺 ，OK? 画起来，连线起来。On Mondays, I play with. 这个是我，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玩耍。所以是 I play with my friends. On Wednesday.I play the 这个是什么来的？钢琴，所以是 piano。On Thursday, I watch 我观看什么呢？这个是电视机节目，所以除了我们称为 television， 我们还可以简称为 TV。所以当你要简称为 TV 的时候呢，注意看它的 TV 是必须要大写。好，那么第五题 ，On Saturday I play 这个是电脑游戏，我们称为 computer games。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隔壁的，还要你 write healthy， 如果是健康的活动，你要写个 H。healthy 的意思呢，可以填下去是健康。Unhealthy 的话就是填一个 U， unhealthy 就是反过来代表不健康。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些意思都填上去， healthy 是健康， unhealthy 呢是不健康。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一个图片，打羽毛球，这个是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呢，可以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呢？答案是 healthy， 健康才对。所以我们要在旁边填写一个 H。第二，这个呢是指这个小女生呢已经睡到中午一点了。上面已经有太阳在那边晒着他的屁股了，所以这个是健康的现象吗？不是，睡到这样迟呢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要写个 U。 那么除了睡迟不健康呢，你看第三题，这是指这个小男生呢看到晚上，看到晚上十一点哦，看戏看到晚上十一点哦，已经有月亮了，要睡觉了，再坐一下就要到半夜了，这也是健康吗？不是，这是不健康，所以你要放个 unhealthy 一个 U 下去。那么第四题呢，这个是指这个小女生呢早早九点，晚上九点呢就去睡觉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不对？所以早睡健康吗？健康，所以写个 healthy。 那么第五题，我们接下来看最后的四题。第五题，弹钢琴，这个是属于一个爱好 hobby。 那么这个 hobby 好不好？好，它是属于健康的 healthy。吃水果吃蔬菜健康吗？健康 healthy。 反过来，这个小女生吃糖果吃蛋糕吃巧克力吃甜甜的，然后等下变成蛀牙没有牙齿区，是健康的吗？不是，所以是 unhealthy。
然后这个是指这个小男生，他早早睡，所以他早早就起床了。健康吗？健康，所以是 healthy。所以小朋友记得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OK， 不可以熬夜迟迟睡啊。好，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一面的练习。Write sentences based on the picture. Play Sunday. 所以同样的，跟刚才我们做词句重读是一样，只是现在变成我们需要自己写。所以要先写 I， 之后把活动写出来。I play 什么？这个是足球，所以你要讲 I play football。在星期天已经讲过了，我们是要用 on Sundays 句号。那么第二呢， I 做什么事情？骑我的自行车。 I 先把活动讲出来， Ride my 自行车。除了 bicycle， 刚刚我们学过了，还有一个就是 bike。 I ride my bikeOn Fridays. 第三，我去游泳在 Saturday， 所以你要讲 I go swimming. Go swimming 呢，就是你的活动 on Saturday. 最后观看电视节目 I watch。 除了我们平时讲的 watch television 呢，刚刚我们有学过新的字 watch 什么呢？ watch TV。 不过记得你的 TV 呢要大写， on Mondays 句号。好，那么旁边这一边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呢，这个你们要自己完成 ，OK， 然后再自己看回去前面 ，Monday 怎样 spell，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OK， 这个你们要自己完成啊，小朋友，听到吗？不要等老师的答案哦。好，那么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Rearrange the letter to form words, then read aloud. 第一题，这个图它是指这个小男生在跳，所以跳我们称为 jump， 所以 J-U-M-P jump。 第二张图，这个是代表一只鸭子，鸭子我们称为 duck， D-U-C-K。 第三，这个是巴士， B-U-S bus。 第四，这个我们称为小面包。小小粒的，它是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子的，不是一片一片的，所以这个小面包一粒一粒一粒呢，我们是称为 bun， B-U-N bun。 第五，这个是小昆虫，小虫我们称为 bug， B-U-G。 第六，这个是我们每天早上下午到傍晚都会见到的太阳，太阳公公，太阳公公好，这个我们称为 sun， S-U-N。 然后第七八九呢，你们要注意这个呢，它是倒多多水在里面， OK， 然后可能呢它有一个盖子的盖起来，然后当我们要喝水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边将那个水倒出来哟，这个我们称为水壶，在英文是 jug， J-U-G。 那么第八第九同样是杯子，可是为什么两个杯子的名称不一样呢？是因为
这个你看都有耳朵，都是让我们装水来装水喝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小杯，这个是大杯，所以在英文小杯大杯呢，它的名称呢就不相同了。所以小小个杯子我们称为 cup， 大个杯子我们称为 mug。 OK， 这个要记清楚啊， cup 跟 mug， 所以检查一遍有没有做对，有做对的话，那么我们就看旁边 match correctly。Play football， 踢足球，是第四张图，所以画线连过去。Play with a ball， 和一粒球玩，我们来玩球，是配合第一张图。Play badminton， 羽毛球，第二张图。Play hide and seek， hide and seek 呢，你们可以下去就是捉迷藏。所以是第五个图。最后 play with a doll， doll 呢是洋娃娃，对，鸟就是这个了。 OK， Barbie doll 可以连起最后一张图。好，检查一遍，那么记得这个左边的牌子的老师有给意思，你们要 highlight 起来。填下去了之后不用 highlight， 老师啊，不好意思，老师讲错，是老师 highlight 给你们，然后呢你们要填下去，把这个意思填下去。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练习。 Ask and answer， 他问你 Do you watch TV on Monday？ Do you， 人家用 do you 来问，所以你就要回答 doYes, I do， 还是 No, I don't。 所以你有看 TV 有吗？ TV 有，然后他问你是 Monday 有吗？有，都符合，对不对？所以你要回答 Yes, I do。 第二题， Do you play chess？ 活动是 chess， chess 有吗？有，但是他问的是 Friday， calendar 上面写的是 Sunday， 所以请问 Friday 跟 Sunday 相同吗？不相同，所以你要讲 No, I don't。 然后第三题，当你变成是这只小恐龙小鳄鱼要问的话，同样的你要用 Do you， 之后看这个活动是玩电脑游戏，所以是 play computer games on Tuesday。 他的句子问的是 Tuesday computer games， 对，可是 calendar 给你是 Thursday， 所以 Thursday 跟 Tuesday 相同吗？不相同，所以你要说 No，I don't。 好，第四题，这个小女生在读书，所以就是问她，你有在星期三读书吗？所以同样 refer 回，看回去这个，用 do you 来问，所以同样的在这边，你的开头呢，也是要用 do you。 Do you阅读书本，我们称为 read books on Wednesday。 你在星期三有读书吗？读书有吗？有。星期三有没有？有，所以两个都符合，所
所以你要讲 Yes, I do.来检查答案。好，那么我们来看旁边。What do they say? Fill in the blank. 所以还没有 fill in the blank 之前呢，看看上面的花朵。第一个说的是 We are lost. 我们迷路了。第二个是 I jog every day. 我每一天都跑步。第三 Please come with me. 和我一起来。第四 Here you are. 这些都是刚刚通通老师有教过了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你们可以尝试先做先，做了之后呢，等下呢再来检查答案也是可以。所以第一题，这小朋友问 How do you stay healthy? Stay healthy 的意思呢是保持健康。所以保持健康，我们通常都是会多做运动啊，多吃蔬菜水果。所以以上有哪一个句子可以来回答这一题呢？答案是这个 I jog I jog every day. 第二 Please pass me the racket. 请把羽毛球拍传给我。所以当你要拿给人的时候，不可以直接说拿去这样子，不可以。我们要很有礼貌的和他说，这是你要的东西。所以答案是 Here you are. 那么第三呢，童子军说 We can use the compass. Compass 是指南针。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指南针呢？就是当我们迷路的时候了，可能他们去郊外还是森林，OK, 就是可能要去探险这样子，可是不小心迷路了，那么会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compass 指引我们走出这座森林哦。所以上面有哪一个句子可以来回答这题呢？答案是 We are lost, 我们迷路了。这个小女生第四题，这位小女生问这个卖书的阿姨 Where can I find this book?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这本书？所以你是这间店卖书的阿姨，你肯定知道这本书在哪里，所以你就需要带她去咯。所以你就剩最后一个选择而已，答案是 Please come with me.请和我来这样子 OK, 所以小朋友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为止，你们可以检查一遍自己的答案，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你们都随时可以私聊老师，我是觉恩老师。那么你们记得要趁你们空档的时间呢多看，或者是不然就是说你们可以自己读那个 spelling 起来，那么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呢，老师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回答我咯。 OK, 然后记得要背那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样子的 OK, Sunday,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这一些 OK, 有时间就将它给背起来哟。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为止，我们下一堂课再见，拜拜。